这是蒙特楼的天主堂，在当地他们称蒙特楼，他们叫做满地可。这个教堂是1830几年盖的，在当时就装修得很漂亮了。看前面这个水池，是一位船长，第一位来到满地可这个地方的船长，在这个广场，这个是满地可银行的总部。看这个水池，他们又打着灯光，就很漂亮。你看，这是当时印第安人原住民的雕像。以前参观这一座教堂不用钱的，因为游客很多，里面很漂亮，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收钱了。明天白天再来参观这一座教堂。